我唔知喺边度好啊，我睇字幕噶咋。O K， 认真，干净清洁。男性使用的话，能马上让你一秒变欧巴。Hello， 大家好，我系 Ranzo， 今日嚟拍个特别少少嘅题材。睇住 Formans 比較浮誇的廣告去評論一下他們的香水。首先 Formans 是一個來自韓國的沙龍香水品牌，是都是叫做沙龍香水品牌，因為他們的品牌主要都是賣香水和沐浴產品，只不過他們的 promo 方式是比較商業化。我想喜歡香水的大家應該都在不同的 social media 見過 Formans 他們的廣告了，大家看完之後可能都會有這個疑問，是不是真的這麼香，是不是真的這麼正，是不是女生真的這麼喜歡呢？大家不用擔心，這是一個有偏見的 video， 因為我現在已經不斷會收到不同香水品牌或者不同品牌的邀約，大部分 80% 我都拒絕的。而這個品牌聯絡我的時候，我都跟他說你可以寄些香水給我，但是我不香的話我是不會 talk shit 的，就是不會說任何東西，甚至我可能會說一些 bad comments， 他們都 OK 的，而且他們給很高的自由度，所以我先接了這個合作的。首先我想說他們的定價，全部都是 around 300元， 50ml， 絕對是一個 blind buy 都不算太心痛的價錢，性價比算是不錯。大家都知道這個價位其實很難找到有質素的香水，我試了所有的 Formans 香水，然後我就選了四支看看它的廣告，然後看看它的廣告有沒有太浮誇，看看它們是不是真的那麼 OP， 真的那麼惡霸。 Let's go， 第一條廣告。完全聽不明白，甜男友味。我不知道在哪裡好啊，我看字幕而已。哦，好温暖。 OK， 好細心的香味，很温暖的香味。這支為什麼我第一支介紹呢？這支是其中一支最有記憶點的 Formans， 也是我見得最多廣告的 Formans。 它是很有那種乾淨的衣服的感覺，聞起來很 calm 的，是那種我沖完涼會想用那種 inoffensive 的香水，早上出街噴，下午回來都還聞到的。如果大家看這條片想blind buy 一支 Formans 的話，我會建議是這一支。這支是算是最 safe， 沒什麼人會不喜歡的香味。其實 Formans 有兩 set 他們所有的香水給我， Ivy 呢一來就納了這支，因為他是最喜歡這一支，還有來的那支。我聞的味道覺得八分。哦，可以。 OK， 認真。冷淡性清爽的感覺吧。哦，有韓系的感覺嗎？有韓系，有霸的感覺。它不是濃烈，但是它是很持久。就是大概維持七八個小時。女仔會給八分我是信的，因為它 top note 真的挺吸引，也都算挺獨特。這就是香味上我自己個人最喜歡的，在他們所有香水裡面它香味最為獨特。它 top note 是一些 black currant， 大家知道我喜歡 black currant， 還有一些 greenness， 這種感覺真的挺 refreshing 的，它都真的有一點風吹過的感覺，比較隨意，比較 chill， 很 casual 的。它的 base 是一個比較清淡的木質香，但留香時間呢給人的感覺就不太夠了，雖然剛剛說八個小時。健身手門呢在這個價位我完全會建議 Cotton Breeze 或者 Cotton Hug 的，剛剛那支，這兩支是我自己覺得最正的。其實這兩支都非常忠誠， Ivy 都拿了這支的，他說這兩支都可以在 office 裡無地噴，亂噴都不會心痛，跟住香味又舒服。這樣接下來這支我找不到一些很浮誇的廣告，所以我看它官方的廣告。 OK， 有些 vlog 的感覺。 Documentary。 是花香。 OK， 他應該想製造花香跟著相機的那種回憶，所以 Cotton Memory 這支呢很明顯是典型的女香，就不是中性香的，是我自己覺得在 Formans 裡面最正的女香，所以都拿出來介紹。它的 Top Notes 一聞起來就很易入口，有些 Peach 的感覺，同時又不會太甜，然後它 Base 有少少的 Musk， 還有少少 Jasmine 做襯托，我覺得是挺適合大學生或者初入職場的新手女士可以試用這支的。特別是女香呢，在這個價位好像有些比較脫俗的女士香水，而且大家都知道女香一般都比男香貴，平價香水女香來說選擇不多，這支真的非常適合新手。 Cotton Memory 有些廣告是一个 Formans 和原来是 John 的 collaboration， 身上散发的香氛也就代表你这个人的整体印象，只要你一喷上它的时候，包准你马上惊艳全场，成为最闪耀的那一颗星。我平时介绍香水有没有这样的？ It's really good actually. It's very clean and fresh. And I like it because it's not too overwhelming.Okay. 我想說其實他們全部香水都是偏淡的，所以我肯定其實個個都會說不是很 overwhelming。 It feels very clean. 是 Clean, okay. Really subtle, but really intriguing and attractive in that way. It's refreshing.
It's light, it doesn't overcome you, right? It's not too strong. 这次的星空之夜香水呢，它不分男女都可以使用。我唔会话佢系好 fresh 嘅，佢系淡啫，但系佢嘅感觉系偏 sweet 嘅。它是比较属于中性的香水，女性使用的话，中性嘅，清新脱俗的飘逸感，给人一种在职场女性非常干练的感觉。男性使用的话呢，马上让你一秒变欧巴。一秒变欧巴，咁啱讲话黑色嗰啲第一支嘅 Cotton Hug 系舒服嘅香水啦，呢一支咧俾我嘅感觉虽然系偏淡，但系唔系舒服类嘅。佢 Top Note 咧有少少 Pink Pepper 啦，俾人感觉系有少少热情，有少少勾人嘅，俾一种有少少心机，有少少 flirty 咁嘅感觉。呢支其实都唔错嘅，但系我会比较偏好啱啱介绍嗰个 list， 你当系排名一 Top One 到 Top Four 咁样，你个小总结。咁 Cotton Breeze 啦，我自己最喜歡嘅香味啦，有啲被風吹過，幾獨特嘅一隻香味嚟。啲 Cotton Hug 就係我覺得最舒服、最 likeable、最 inoffensive 嘅一支香水，留香時間喺四支入面我覺得係最耐嘅。Dear Night 咧就係一支比較歐人嘅約會香啦，其實呢三支都係好中性嘅。而 Cotton Memory 就係我覺得 Foreman 入面最正嘅女香，係比較 peachy、有啲 musky 咁嘅香味。老實講啊，我對 Foreman 嘅香水咧係有驚喜嘅，我本身。冇諗住接嘅，老實講係因為睇過佢哋太多嘅廣告，覺得有啲誇張。但係聞起嚟咧，特別係 Top Note 啫，係真係幾舒服，好 mass appealing 嘅。整體香味都係舒服有質素，聞起嚟唔似係呢個價位嘅，所以我喺 Top 10女香都已經介紹過。好啲片時嚟嘅話，中意嘅話 comment like share 同 subscribe 到 channel， 我下條片再見，拜。